我刚刚看后面是一个壮丽的山河，我觉得非常适合这样子。我们从台北来，然后就是来垦丁流浪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个音乐路途上一直支持我们。然后最近我们发行了我们的第一张专辑。专辑哦，耶！在这里。对，哎，可以给我们一个特写吗？ Yeah. 后面看得到吗？对，丢下来，丢下去吗？丢一下下去好了。好，丢下去哦。Yeah. 我们专辑哦。我们分上下，就是两个双 CD， 那我们就一边丢一张。往前面去哦。哎，好了，这边来一个好了。等我。然后有时间感，我们现在唱我们的可能是最后一首歌，然后如果大家喊大声 encore， 搞不好可以唱第三首歌。下一首歌需要大家帮忙，当我说我会考100分的时候，大家说我会考100分，这样考试才会考100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是 Crispy 翠乐团，大家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，找 Crispy 翠乐团，记得加翠乐团，翠是很脆的脆，不然会找到炸鸡。好，然后我是丁布拉丁，我是 Skippy， 谢谢大家，我们是 Crispy 翠乐团，最后一首歌100分。